化妆品，需要拿来干嘛？不可思可大，不可思可大，不可思可思可不可不可大大。我们是阿妹阿妹，全世界主义主义，听节奏跳跳跳跳跳，别停止摇摇摇摇摇。无敌的阿妹阿妹，跟着我 dancing dancing， 有梦就追追追追追，有梦说 no no。我不走你的粉色 party， 也不当你的 Hello Kitty， 我唱的只是要点 choppy， 但我只是活得那么的开心。我在的地方就会 sunny， 让你有多么的想 party， 无论你到底来自哪里，请一定要记住我的名。I'm an amoy， crazy party， 一起 shake it shake it， jump jump beat。 I'm an amoy， let's go party， feel lonely lost so lonely lonely。 I'm an amoy， crazy party， 一起 shake it shake it， jump jump beat。
欢迎收看安安大明星，你们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阿妹阿妹。来，掌声欢迎阿妹阿妹来到我们现场，耶、yeah, ！谢谢，请坐，请坐，可爱的小朋友，是小朋友吧？大朋友，没关系啦，每个人都想要一直当小朋友啊，开心哎、欸！你们哎、欸，来几天了？这一次从马来西亚来，对不对？对。有，这次应该来了。今天第几天？还是应该两个星期了吧？已经来两个星期了哦，真的啊？头发有褪色吗？有褪色了吗？没有什么褪，可是长了很，长很多黑发，就发霉了。我本人今天要先那个稍微平复一下我心情，就是因为刚刚我跟他们商量过啊，虽然知道你是谁，但就是我，对我接受了一个考验，我想说，对我们又出了一个题目，不要这样，一个考验。你知道原来是课，但是大家要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我们要考验，认真做朋友。对，我可以先问问题，再来回答这些事情吗？好啊，可以啊。四个人没事，干嘛把自己弄成跟别人一样呢？我们可以先送上我们的 EP。哦，怎么能这么好？我本来打算你答对了才送你的。哦，好，那已经写上名字，还是得送。不要了，不要了，送你啦。哎呦，送我啦！哎呀，好，谢谢谢谢阿莫阿莫，很可爱。因为我们的 EP 的概念就是复制人，所以我们大家都变成一样的人。我懂我懂，而且我就心里想说，你们拍的封面也很简单嘛，就一个人拍好之后，然后把它拍就做完了。我们拍的也蛮累的。说真的，把自己那个头发染成这样的颜色，心里有过不去吗？嗯，不会吧？一开始一定会，一点点，可是最后的话就习惯了。然后这样子，我跟你讲，以前有个叫 Coco 李玟的，她也染过这个颜色。开玩笑，你们染的跟天后一样。真的。我要先化解一下我的心情。听说这是我考卷，你这个窝里反的，我的窝里反的制作人，现在进来啊，你进来啊，你进来啊，你进来，你干嘛不入境？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给我你们的名条。对，要从照片那边看出谁是谁。你们不能卸妆后好好来吗？你们卸妆了更难分吧？更难分，卸妆应该比较好分吧？我有看你们照片啊，你们不要化妆啊，长一模一样，真的是很烦。化妆也一模一样，所以私底下跟就平时也一模一样。Stella 是那个热情，等一下我要找。哎，这可以贴哦，你这很贴心哎，后面还有双面胶哎，你今天真的是饭吃很饱哈。制作人跟我说今天有话要好好聊，因为他就说哎、欸，今天那个来宾要跟你考试，我就说哦是哦，他说不要这样，人家是小可爱，我说嗯好，你平均21岁是不是？对，平均21，就有个22的嘛，一个20的，然后两个21的，是这样子。对对，啊，了解哦，一点点啦，等一下哦，这是 Stella 的名字，我要看正面。哎、欸，你们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们在拍照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让别人可以辨识你们吗？辨识我们哦，就是说有点区隔这样，还是就尽可能都做一样，让我们都是一时之间无法分辨。尽可能都会做一样，对，很糟糕。他们如果真的喜欢我们的话，就会认得出我们是谁了。我生气了，我要来，他不是 Stella 啦，等一下啦，要怎么猜啊？是我，我其实我如果我不认识我们的话，我自己也猜不了。我有跟你讲，他有给我那个你们的那个。Oh, 最开心，对，哇，弟弟答对了，叮叮叮，呜，呜，哎，怎么了？所以你是拍我吗？啊、哦，拍这个吗？啊、哦，不好意思，我答对一题了，答对一题喽。天哪，我得到了一张专辑，答对了一题。网友们猜得到吗？猜得到吗？对啦，大家应该猜得到吧？他们那么爱你们，你们在网络上那么红，可能也有不认识刚刚进来的朋友啊。有有有，总有新认识，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对啊，对啊，所以大家重新认识，大家一起在网络上玩吧，看一起来猜猜看谁是谁，猜谁是谁哦。然后我今天就在这里，我猜完大概也5点了啦，我们就直接下班了，好不好？那你们有话。好好聊，自己先聊一下，你们跟大家聊一下天。现在节目交给你们，我要考试，我现在有点忙，好不好？跟我们一起考试。不用不用，你先跟网络上朋友聊天，说我们这次来，哎，先讲一下好了，这次来2个礼拜了，对不对？对。简单跟大家报告这2个礼拜有发生过什么事。不要讲什么名字，我还在考试，你们等一下再跟我再猜一下。Hello， 大家好。哎，这是你哎，是吗？是我。哦，好，但你是谁？等一下。好烦哦。你是谁？谁啊？我是谁？等一下啦。我们到现在没有办法自我介绍。你不可以自我介绍，你不行讲话，你只能说你这2个礼拜去哪里。那你昨天晚上吃什么？你昨天晚上吃什么？我们昨天晚上吃拉面，吃拉面。哦，拉面哦。啊，拉面。对。然后我还吃了汤包。
等一下，我有做，我也是有做功课。你明明就说要出去跑步，就我们现在有两个现场开双框可以吗？这边就是一个在考试的主持人，那那边是怎么不好意思？四千多人在看我作答了吗？哇！线上、大家真的好紧张哦，你们也可以一起答，你们可以一起答，大家一起来玩嘛，好不好？考卷是长这个样子的，反正我就是长那个对，这、就是那个阿莫伊提供给我们的照片，就说这四张就是让我们来这个现场，就是我现在猜了一个人了，好不好？请大家加油，不用理会我，我会自己完成考卷的。我本人好歹也是念到研究所，研究一下你们的长相。是你对不对？这个是你，是我。可是好像不是你的名字哎，哎呦好烦哦，这是依婷啊，依婷、啊，等一下啦，等一下啦，真的很难哎，哎呦，我们干嘛出这么这样？好，我们干嘛要自己设限制自己、啊？少奇，这个限制，等一下。哎、欸，你们聊天啊，你们不要理我。快点，线上有四千多人在听你们，等你们讲话。介绍一下刚刚那个歌好不好？大家在那个唱那个歌的时候的心情。少奇，我只认识黄少奇耶，都不认识黄少奇。啊，等一下，好。我有影响你们的情绪吗？没有、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我们演表演的歌叫《MY》，就是我们的同名歌，主打歌，主打歌，对，同名主打歌。好想作弊哦。这首歌呢是在台湾有蛮多个地方拍的，我们是进行了快闪。有哎，我有看那个 MV， 你们到处转，还去总统府哎。有的，我们在公车上面。真的，最刺激不是那里吗？你们好像在哪一个那个什么桥下的那个红绿台北桥，台北桥，你还等红灯，他跑出去跳。有啊，然后那个车子经过的时候还给你叭叭，哎，等一下。然后我们甚至还去了蒙阿波。你们真是标准的吵死人了，真是。真的，我们的概念就是为了去，就是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等一下。就是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看到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是去了这些有鬼好兄弟的地方啊，我们还有去那些神庙啊，神庙也有，神庙也有，所以就是不只要给人类知道，就是在就是全世界的要知道一下。好，四题都错完了，你怎么这样不认真的？好，对，都猜对了啦，全对了，有答对吗？有，全对。我们跟照片应该没有差很多吧？对啊，我觉得这张还容易，这张他们今天出了两个考题给我，但这张比较简单，因为你们刚刚进来，就是我在 MV 啊看到都是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从成团之后，你们就已经很少用原来的样子跟熟悉你们的人见面，对不对？其实这个样子是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才出现，今年一月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哦，好酷哦。然后之前就还是自己原本的样子，然后就是为了这样EP的概念来，你们可以换一下发带，不要带一样的吗？不行，就是复制人啊，复制人就全部都一样，我们就是天线宝宝。OK， 那我已经拿完题目了，所以我们现在请那个阿莫亚莫伊跟大家很认真的那个自我介绍，耶，终于有时间可以自我介绍，好，终于有机会了。好，从这边开始，好了，好了，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莫莫伊的 Stella 晴晴。Stella。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莫莫伊的妹。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妹妹的依婷。好，依婷。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妹妹的洪少奇。耶，江哥好。所以我们可以送上我们的专辑了。好，那这张那个也不要挡着眼。你们那个衣服很可爱哎，自己做的吗？它其实是睡衣。我是说那个一些有的没的那些小东西。对，这个是设计，自己缝上去的。哦，真的很辛苦哎，一直要做四套，我想他也快疯了吧？真的。而且蝴蝶结缝在一样的地方哎，你看你这里有一个，对啊。而且你掉了一个哎，怎么办？对啊，他掉了一个，你们都没有发现。还好，听说到处掉。没有，我刚刚跟你经纪人聊过，他们说月底要换颜色。对。终于要换了，大家都叛逆了。我看不会啦，我就最近看还蛮可爱的啊。有啊，可是很多人还是问你们什么时候才要换啊？这举止都发霉了。那是铁粉，那铁粉就是每天看你们，然后每天没有看到你就不开心。真的，从好好的一颗，从好好的一颗橘子，看到橘子都烂了，烂了，黑头发都长出来了。哎，不要这样，我觉得那个染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算是职业伤害。对不对？尤其你们现在大家都很可爱啊，很漂亮。那个 Stella 来讲一下好了，这个颜色啊，大概几道手续才完成的？我的话，因为我头发本来就比较长，所以我不需要接那么多。没有，你们谁最长啊？不可以说，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个考题。
好好好好。没有啊，可是他知道是两位，可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对，就因为有两位是短发的，所以他们需要接比较多的头发。是，嗯，然后我们就做了两天，从早做到半夜。从早上做到半夜，人家要加班。真假的，对，加班。就是因为连接上去的头发就要，就是用接上去的概念去染，而且又要漂，对，还要漂，还要染，漂要做很久。哎，加班很贵耶。真的，而且买那么长，对，还要接上去，对啊，而且他发就是他的发质也是，所以你们真的在大马赚很多了，然后假发可以弄那么贵，不是要大家多多的关买我们的专辑，要买我们的专辑，你们我们的头发掉一根就不能都是钱，不能掉啊，也很好笑，头可断，头发不可掉，哦，这么严重的吗？疯了，好，我们就继续这样那个就是瞎开心的聊天，因为网络上现在人就是一直在爆冲。反正你们越开心，他们就越不知道你们要干嘛。我们一定要拿出你们在那个大马网红的精神。你们在大马那个听说那个行骗天下无所那个不在的地方，大家都认识你们，是不是这样讲？嗯，不好说，不好说，自己说出来，因为人家可能觉得你好自大，自己讲不会啊，干嘛这样子？可是这颗头发的话，就远远就看到，一定会给人家看到，一定会让人看到。哎，你曾经就是哎，因为你现在成团了嘛，所以还有各自在。就是以前的状态当中去和网络上的粉丝互动的吗？还是现在都要大家一起了？不会啊，我们自己还是会经营自己的，自己两边都会，两边都会有在经营。可是这样就是有一种就是自己的事业跟那个大家的事业那种感觉。不会，其实都是自己的事业。哦，真的吗？就感觉都是自己的。啊，你们是参加了一个很大型的那个选拔赛，对，网络选拔过关斩将，一个一个这样子，哦，都有分数哎，我跟你讲。我那上面百科写的好像就是粉丝自己去写的，没有啦，我后来有去问你经纪人，他说我找到的资料分数是对的，经纪人都不懂不懂，经纪人在哪里？经纪人他躲起来了，因为你说他不懂，他跑掉了，他现在整个就是羞愧的离开了我们的现场，绕跑真的。然后我们今天是带着自己算是 EP， 这次是有一张三首歌，对不对？我们里面总共有六首，是把之前那个逢年过节出的都收进来吗？对，如果说就是我们这个概念，就是有这个橘色头发之后的歌呢，就是四首哦，有橘色头发，有三首已经是四出了，然后还一首 MV 还没有正式播出。那以前就是都还留着一些什么很可爱造型，可能很短的头发，但都会把这就是每个人都会扮成一个模样啦，对不对？对，就会有一点类似，一点点类似。好，那对不起 ，Stay 啦，不是。Stella 妹依婷，少奇哥，少奇哥，他是红茶，怎么了？我是少奇哥。啊，真的吗？哇，哎，我们今天超过五千人，现在几分钟而已，我们20分钟，然后大家看你们太可爱了。这题更难猜了，噔噔噔噔，里面有两个短发，两个长发，怎么猜呢？你这个窝里反的制作人有什么好在那开心？在我要答题之前，你们要先唱歌。好啊，可以啊。不用啦，今天不要唱歌，因为你们四个，我们怕太吵。你们跳舞就好了，因为那个，我觉得边唱边跳真的太危险了，我好担心麦克风甩出去了。太危险。对，哎，欸，你会耶，哇，飞台是哦，好。所以你们今天下午就用那个振奋大家的那个跳舞的那个表演，这样好吧？因为你们的歌都好可爱哦。啊，应该要先那个，哦，真的太紧，不好意思，我整个 tempo 都乱掉了。摸来摸那个歌大概写的一些那个内容要表达的事情，谁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它很可爱啦，其实也好像也不用研究内容写什么。主打歌吗？天哪，经纪人竟然点头哎！经纪人跟我说不用研究。其实那首歌就是，但它很洗脑，就很可爱啦。对，很洗脑，应该是让大家记住你们吧。对，从头到尾都是阿莫呀，对啊，就是说我们是阿嬷阿嬷，然后就是让全世界注意注意。哎，我问你们，有人就是比较开玩笑说是阿嬷阿嬷吗？或者是没有？千万不要攻击我，不要攻击我，我只是问一个大家可能。你知道那你们知道阿嬷的意思吗？知道，知道，就奶奶啊。天哪，你什么都不要这么博学好不好？认真唱歌，就是玩点开心的事情就好。我也是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因为他们是阿嬷呀，阿嬷呀，妈妈妈，就有一点像是。其实我们真的有一点像是。本来就是啊，所以你们应该要敬老尊贤，重阳节的时候唱一个阿嬷阿嬷，然后送给那个阿嬷，叫我们老了爱你爱你。对啊对啊，
要送给阿嬷那个银发族啊，这是你们的心意，你们这么可爱，然后他们一定会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说不定你会去跟你们老板那个黄明志说，他也会有一样的想法。他也很关怀这个社会啊，很多的那种状态。而且很多阿姨都会把我们的歌跳广场舞，对不对？对，他们用我们的歌。就是啊，你们的歌好适合他们在大清早的时候就是振奋自己精神。对啊，有去年的我们有一首新年歌比较大回响，就是叫做《公鸡八仔》。我就想问你，请问什么叫公鸡八仔？它其实是谐音，恭喜发财的意思。恭喜发财。对，因为刚好是去年是鸡年嘛，所以变成一个谐音，恭喜发财。而且就是大得斗，大得斗的方式。哦，大得斗的斗，公鸡八仔。他的所有歌词都是大得斗的。他的歌词里面都是大舌头的，所以大舌头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是？人生有话为什么不要好好聊？为什么用大舌头的方式来唱？大舌头，我们就是奇怪。那等一下，你们用大舌头的方式接到你们要唱的歌。好，我们国语的，不行，你们自己都多标准国语了，不可以当。我们等一下要唱的歌字，你不是，是你多的，你听我们等一下要唱的歌字，我们等一下，我们。我们对那该子中一分钟，你好会啊，一分钟。拜托，我是教说话，我们怎么不会？我们一分钟那个自我介绍，然后通通都要用你们那个公鸡八仔的那个状态。大得多了，好，大得多了吧？不要以为自己长漂亮，我今天就是把你们破坏。你们没问题，没问题。他们在网络上自己都崩坏了，也不劳烦我自己太用力这样子。我们很爱自黑。真的耶，全世界最爱自黑的少女团体，就是什么？顶亮是什么？真的是很有顶亮，我们没有顶亮，我们没有顶亮，没有顶亮的，我们绝对没有顶亮，没有包袱，没有形象，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包袱吗？没有偶像包袱，没有包，好 ，OK 啦。真的吗？那我们没有包，就只好来唱帕博。帕博的舞好学吗？有一个什么里面最经典的 pose 吗？打拳，因为是在讲述渣男呐、啊，就打拳、啊、真的对一个渣男在玩弄我们的感情，真的很可爱，就是一部就是现在时下的这些青少年会喜欢说的话，对，然后就是把那个心情就怎么可以写得这么精准，就是这样子。反正他的主题就是明明你就有女朋友，但这句话大概像鬼打墙一样出现100多次，对不对？对，他就是精，他女朋友精华。对，然后后面就为了这句话，然后再写一个字，后面这句话就写这样。哦，真的听的是真的很洗脑。我们现在听你们帕宝，然后回来的时候，建哥在考试。哎，不好意思，考卷可以先给我吗？可以，我可以先趁你们在考。先慢慢研究。对，我先上网来查一下。这是作弊耶、哎！没关系啦，你人都来了，不要这样子。这是作弊。好，我们来开心迎接阿摩呀摩，我们现场带来的开心的下午的舞蹈哦，好不好？来，有手的借手拍一下手，制作人拍手一下，好。有女朋友，为什么每天send给我说好寂寞？你明明就有女朋友，为什么每晚告诉我说你有多想我？帕博，你明明就有女朋友，为什么平安夜你说你在外国？你明明就有女朋友，为什么情人节要送我巧克力糖果？明天
都你们啦，最后干嘛要错一顿慢的，害我这边打拍子还拍手还拍错地方。对，那个地方常常都会这样。真的耶，那要怪我们的黄明志大叔了。我觉得哇，我喜欢你对他 diss 的感觉，真的是哦。好，刚刚那首歌真的很可爱，然后跳完舞会很喘吗？可以可以，这首就不适合阿嬷阿嬷来跳舞。对，所以这首就可以不用在那个重阳节的时候有那个阿嬷版。对，银发族这支歌跳起来可能那骨头都散掉。应该吧，直接腰酸背痛。腰酸背痛。哇，那个歌词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特别觉得跟你心情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还是你有朋友发生过这种事？我觉得现在这个歌蛮适合现在的社会。天哪，你把这个社会想得太黑暗了。怎么是？每次滑手机，滑手机都会看到。我想说你，因为在 FB 蛮多会看到这样。真的，滑手机都会看到这种新闻。真的吗？谁劈腿？就可能谁劈腿啊，或者是明明就有女朋友，然后还要去撩别的，或者是明明都有男朋友，然后还要去撩。因为现在不止男生啊，女孩子。我都不知道我们代沟成这个样子，原来你们这世代里面天天都有这种事哦。辛苦你，说你们在 FB 上都在疗愈你们的朋友吗？说今天哪个人又被哪个人怎么样了这样子？不会，让他听我们的歌，看我们 MV 就好了。直接送。你觉得他会好吗？他应该很生气吧？不会，因为我们 MV 里面就是只是纯粹 MV 所会发生的事情嘛。然后他就在里面进行了一连串的报复啊，就我们把那个麻包袋对丢进去，拿一个麻包袋啊，把它套着。然后把丢进河里啊，我们不要随便看那些，不要乱学，不要学，千万不可以学。就是四个姐姐啊，他们有放了一个很奇怪的袋子，然后四个那边拉来拉去，然后从那个拱桥上面都是剧情，还要跌倒，是不是？对哟。然后四个人丢下去，觉得不太对劲，那就把它拉上来。对。啊，整个方法就是笨笨的感觉。也还好啦，哎，你们组成团之后，就是有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跟一个人自己在，就是算是在工作的时候，心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每个都讲一下，Stella先来讲一下。有好有不好。怎么说？就好就是啊，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你需要圆场，就是另外三个可以帮你。哦，对，就人有事，就是没事情都可以想那么周到，随时都可以得到、那个。对，而且就气氛比较开心。然后不好的就是因为之前你只需要想自己，可是现在你需要想四个人。哦，就稍微关照一下。可是你们又没有我包，就不要理他们就好啦。还是不行啊，就是要顾虑一下、就是假装要顾虑一下吗？就没有，一定要顾虑，不然的话就看起来不像一个团体，没有默契。是啊，那依婷呢？依婷，你有什么跟自己跟一起的时候不太一样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不太会讲话，就是对，然后像他们都可以帮我补足很多的话。对，你们每都有各自的担当哎，哈，我就想出来，网络上哈真的都帮你们这个分类的很好，让我来为你介绍。那是假的吧？哪是假的？干嘛这样说？美丽担当啊，可爱担当，真的是假的？哦，真的假的？这些是真的，全部都。而且是很挑哎，这个就真的，然后那个就假的，你们真的很好笑。哎，依婷是唯一的那个台湾人加入这个团，对，所以平常呢，你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在大马生活吗？对，我常常都会自己飞去马来西亚跟他们一起。哦，所以最近算是就大家住在你家吗？没有，我们有台湾有宿舍。你们还住宿舍哦？对。哦，对，不然你们四个人那个旅车的费也，天哪，也是蛮贵的。流汗的话，还说跳舞不会累。不是，我很容易流汗哦，真的。对，你看我脸光都是真的，是油光。我跟你讲，我已经认出来你们了啦。对啊，哦，你是主唱哎，是大姐，难怪都你在讲话哎，少奇哥。啊？他说你这，他是就是你的那个担当。我们四个都是主唱，主领鼓，但他后面有写大姐。对，他是大姐。你知道那个维基百科就是很多人可以上去帮你们编辑，所以这也许是粉丝的心情，他就看你说哦，对啊，你而且还蛮会照顾大家那种感觉。他就是我们的男朋友，对对，我是他们的男朋友，就是那个渣男，你就是那个 Pablo。他会限制我们，他会限制我们，就是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出门。你们出了限制吗？你们衣服都一样，有什么好限制？没有，可是我们平常出去啊，就是会穿一些背心，他就说不行，太暴露了，换一件。哦，这样好啊，哎，真的很有想法哎，真的。我不想他们穿这样暴露。虽然他们觉得也不会暴露，就可能单纯一件背心，可是我觉得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你好有远见哦，真的哎，我觉得表演之外跟表演现场，他自己可以穿背心出去，就是我们，因为他怕你们比他漂亮啊，所以他只有他自己。哈哈，下流。
我是心机婊。真的，真的很好笑。然后那个哦 ，Stella 是主唱舞蹈担当，说你舞跳的最好吗？是这样讲吗？嗯，就因为我从小会就有训练，就妈妈有哦，真的给我上课，他从小学蛮多舞蹈。你们是以为我忘记刚刚那个问题？开玩笑，妹，那你可以讲一下一个人工作跟大家一起工作，对你在心情上有什么那个不一样？因为你们以前都是在网络上，就是哇，好多人支持你，对不对？然后突然间，你们有那个粉丝互相送给对方的感觉吗？有啊，会啊，会啊，会互相。可是这个是好事啊。当然是啊，就组成一个团，大家都被喜欢，真的是好事。我觉得，因为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时间你自己由你自己分配，然后你想要干嘛就干嘛。可是因为就是有其他团员以后呢，你就是要就是顾虑他们就是喜不喜欢做这件事啊，还是什么都要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团体生活有一个团体生活的节奏，就对了，应该这样。讲四个谁会最早起床？我，他都是我们的闹钟哎，对，是啊，因为我就是他们的闹钟。如果我没有起床的话，他们应该就不会起床了。这么酷，真的。所以你们都很晚睡吗？都很不会，我们会，我觉得会。他觉得会，就三四点。大姐说话，他们大家很晚睡吗？他是最晚睡的，因为他失眠。没有，其实我们很早睡，可是我们失眠，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失眠。在台湾就会认床吗？会啊，多少都会认床。啊，哎，那在大马是也住一起吗？我跟孝琪在大马是住一起。那你就在家里，那他去住谁家？他就住我们家。哦，你人真的很好哎。啊，为什么？那我们台湾的人去，你都可以住你家吗？可以啊，可以。就是他房间吧，非常欢迎。可是他的房间真的是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你的讲话有一个就是很在地的那个大马口音，可是那个那是成为你的标志，因为他其他人讲起来反而没有那个感觉，但这是在你们的团就变得有点小小可爱的感觉。其实他们也会有啊，可能今天忘记带出来，放在家里。今天换了头脑。那你今天带几支口红？啊，几支口红？哇！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告诉记者说，对啊，新闻也有写啊。说你看到口红就开始买呀、啊，然后包包里面有真的超变态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带几支。那他会借你们口红吗？会，就互相用支援一下，对，就前面那一个有几支，里面有几支，下面几支，他一天啊超几支口红的、哦。粉丝问 Pablo 这首歌会有单纯舞蹈版的 MV 吗？会，但是会迟点才释出，因为又遇上了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之后才。天哪，现在突然讲话好官方哦！我觉得你真的好适合当那个发言担当哎，他就是发言担当哦，懂懂懂，所以也没有设什么团长，但就是都交给他做统一的那个概念。那你要先告诉大家，最近有机会跟你们见面这件事啊，这么重要，对不对？最近有机会跟我们见面，这个又。一婷可以说、哦、好，在七月，你是担心你说不没有，因为这是一婷负责说的，一婷负责说，一婷担当，一婷担当，一婷是活动宣传担当，对，来说一下最近要在哪里见面，在什么时间？我们在7月29号，7月29吗？星期日下午2点会在台北西门町的红楼广场，然后我们的黄明志师傅也会到场支持我，黄明志也要来哦，对，会，啊，他跟你们在一起，那位大叔，啊，他跟他们在一起会。长怎样？阿贝啊，不会就是阿贝阿贝。其实他私底下超疯狂的，他很疯，他私底下蛮疯的。你怎么可以爆这种料出来？其实他是一个大小孩，他是一个老屁孩。对啊，老屁孩都出来了，真的。好吧，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那你们就是当天会表演他自己本人的歌曲吗？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啦，还是比较啦，唱不出那个感觉。对啊，可是我们在家就会就是自己找手就会唱那个吗？那你们现场可以不好唱，也还好啦，唱一下。我觉得可以啦，哦，真的可以，飘向北方，飘向北方，哦，飘向北，好好好。哎，这很酷哎，可以吧？可以嘛？唱一下嘛？天，他们都是可以，要唱哎，我们要听唱那个飘向北方，是不是？好。好，那只要我先帮你们把那个现场那个快乐的歌搜一下，快乐的歌搜一下。对啊，先要飘向北方啊，对，谁要先帮？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展翅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也是最后期望。歌词有点不熟。不会不会不会，哪会不熟？这是你们那个可爱版的，就是青春版的《飘向北方》。我们已经很尽量把它唱成很抒情了，结果还是可爱版。那你们唱可爱版好了。我飘向北方。对对对对，好啊。哇，好想打人。不会啦，拜托啦，唱一下就来了。反正旁边字又没有来，他又不会看到。而且我在线上留言吗？没有嘛，还有有，我们当初没看到啊。对啊，好不好？好，我们要唱可爱版的。拜托啦，一定可以，那可爱的哦，可爱版那tempo要稍微有一点，哎，等一下那个少奇有什么意见？没有啊，我在等他唱，好，等他唱。五六七八，我飘向北方，越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展翅风舞扬，就像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也是最后期望。难为啊，娃娃音而已，很可爱啊，还有美的感觉。难为难为，就有娃娃音很可爱啊，真的。哎，一首歌可以，真的你们的老师嘛，他算是这样讲，他也他发觉你们一定，其实除了在你们这种歌舞表演以外啊，他一定有看到你们这个不同于其他。同样年纪或者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很搞怪哦，真的很爱笑，很搞怪。那个从小就是可能从小吧，然后可能那个性格真的是也很好喜欢模仿你的那个腔调，喜欢哦。从小啊，什么那个从小搞笑，没有那个没有搞笑，没有没有没有，很难呢，他真的其实很难学。但是其实这个也算是我会被他抓了一个点吧，因为唱歌的时候被抓还是要标准一点，标准一点。他之前都会一直就是一直去念那个新闻，真的。可是一直念有什么用？他就念不标准，一直念只是越痛苦而已。他会念的标准，然后他也会来问我，然后都每天都要录给明智老师。哦，那明天哦。他每天最崩溃的时候，就应该是收到你的语音档案吧？对，应该吧，应该吧。然后他每天就用这个看看他创造的灵感，就会写出新的歌来，麻烦你喽，因为他很交给你了，所以就靠你去刺激他，然后让他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他说：“天哪，怎么可以有人想？”所以应该就是他喜欢我们每天刺激他吧，所以他先把我们组起来了。我们不能再回避，因为我们的这个团又很搞怪。不管是造型，考试时间到，考试时间到，继续时间到，继续噔噔噔噔噔。不能作弊哦！我觉得很好认哎。有两个是真长发，有两个是假长发的意思。对对对，就是为了这个。我可以认出一个人啦，因为他坐在我旁边，然后比较容易认出来。就这个是 Stella。对啊，真好成熟。因为那个啊 ，Stella 有一个新闻啊，说他有。被误认是周子瑜，所以这个照片那个角度啊，有一点真的有点像。被误认很开心吧？哎呦，拜托！可是这个头发就不像啦。现在有什么关系？你就染头发，我们只是说像，为什么像又不要像成那个样子？像就是说很像啊，就是大家都是漂亮的女生，然后都是有才艺的人，然后都是大明星，都是为了梦想前进的人。是啊，对不对？被人家说像也算是一件小小荣耀啦。至少你比较会买口红啊，对不对？比较会花钱啊，比较好可怕，好坏哦，真的是。但是你们就是，那他喜欢买口红，那妹喜欢买什么？衣服还比较贵，他天天买衣服，天天买，还有他几乎都天天买，每一次一寄过来就是这样一大箱的衣服，真假的啊？你在哪里买？是网购狂哦，对，网购狂，就是很喜欢网购。可是你们那么红的大码，应该有人 sponsor 你们吧？何必在那边买？可是还是很想要自己，就是对厂商啊，你们赞助的东西不够多啊，他还要自己买，因为他一天要换三件衣服。厂商给一件，好，一个厂商一件，然后还帮忙拍照片，哦，这么忙，怎么好意思？原来都是人家送的，真的是哦，红成这样。安娜那个呢？一婷喜欢买什么？我喜欢，都喜欢买。买他其实喜欢，就是因为他喜欢打。我觉得哦，我可能会买游戏币吧。我喜欢听你们在讲话的时候，然后就是问这个人，然后其他人用那种报复式的爆料，就感觉。真的，然后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个年纪才会有的心情。过了大概一两年之后，搞不好你也就是要这样，就懒得帮他，对，是懒得理对方，就会想说你去 Google 就有，网络上查一下，对啊，然后就哎，换你说，换你讲，换你讲，你喜欢买什么？自己讲。游戏就点数吧。哦，那你买东西最贵耶。对啊，我而且用完了就不见了，而且他不会省。
他就是想买就买那一种。哦，真的。我们三个人看了都很不明白，觉得那些钱明明可以好好花，为什么要？哦，真的。这就是他们没有玩游戏的人不明白。那你都玩什么游戏？所以网络上，哎，说不定有人知道你什么账号在哪个地方，你有那里有粉吗？还是有粉丝知道你在哪个游戏的群组里面啊？很厉害，你哪个游戏玩得很强大的？没有很强大，天堂啊还是什么的？就玩英雄联盟吧。你玩英雄联盟哦，可是没有很强。所以在里面弱弱的，那不会，你趁机告诉大家，他们就帮你啊，你等一下级数就会一直往上飙哎、欸，感觉还蛮好的，是啊。对。那少奇都买什么？我应该算是买摄影器材的东西吧。哇塞，你这么最贵，所以是他才会最贵、哦。但是我是久久才能买一次啊，因为那个东西太贵了、啊，存很久。你喜欢拍照？我喜欢就是 video 之类的。哇哦，剪接，我最近还在学剪接。天哪，你才女哎！所以你的自己的那个平台上。会自己播自己制作会在 YouTube 上面会制作人啊，你很久没有拍照，我今天想让那个少奇帮他们拍照他照片我不太会、啊、照片他不会，我不会照片、哦、我是影片，我是喜欢剪接，他是剪接影片、哦、照片是我们经纪人。好，那我们今天把对我们经纪人，那这样我们今天把这个一个小时的答案寄给你，然后你帮我们剪一个大概五分钟，哇剪五分钟预告，这样可以吗？ OK 可以。这样要剪多久？就看吧，我会先看一遍内容。一比一的时间呢，所以我们做多久你就要看多久，然后再回头再剪。其实都是这样，先把我们的画面都找出来，然后帮我们剪掉。然后只有我做一个红少奇特辑。真的说安安大少奇。我要来猜了。考题继续。少奇其实是短髮，看起来比较 man， 嗯，那个对不对？一个喜欢做这种事情的女生不会想要留长发的，对，那真的要剪带子的时候，长头发突然掉下来，会很烦哎，对不对？我每天睡醒被自己吓到，为什么变得爆炸头？啊、长发的里面不会有少奇，少奇就在短发里面的其中一个。那又比较酷哎，那 Stella 又帮我提示了，所以少奇应该是这一个，对，就比较酷。我不会穿那样。你不会穿这样，还是我不会穿那样，这样对，背心吗？太暴露这样。对，就是那个我不背心，他们都穿衣服，他只有露手背而已。只露手背，怎么可以露手背的里面一点点呢？有没有看到？讲别人的，让他自己还说一半，啊、自己不一样啊，那太露了。有话好好说，我知道这个应该是依婷，对，眼睛特别大。不是，因为台湾女生就是偏爱留长发。那他应该不会是短头发的，对，那所以这应该这个就是妹了，对，就是哇，好性感哦，真的，你们真的各自真的会穿到这么性感，是因为那时候有晚宴，对，有晚宴才这样，不会啦，有晚宴的时候就表示说哦，你是一个这个可以进得了大盛典的女生，对不对？在盛典的场合就是要有非常正式的装扮，你们今天现场教大家一小段舞蹈好了，好啊，要教哪个？如果你们教我们，因为刚刚线上有人在问，所以我才这样说啦，就简单的几个八拍这样就好了。可以啊，教你们阿莫阿莫。哎，我不要学，一起跳。哎，我没空啊、哦，我今天刚好脚在痛啊、哦，不好意思。不好不好说，对，你要教哪一个比较厉害的？我们的主打歌，阿莫阿莫吗？对，光听音乐就很累了。Pablo 比较累 ，Pablo 比较累，他为什么这么辛苦？一直打阿莫就只有手啊。阿莫阿莫啊，那哎，导播先给我阿莫阿莫的音乐这样子。大概在哪一段的时候是适合大家一起就是主副歌，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副歌，副歌哦，就是直接拉到几秒的那里，那个前面就是了，哦，这里哦，好，就教这一段就好吗？就到这边就好了，因为我们7月29有个见面会嘛，我们希望大家在那个一起见面的时候就台下一起跳，大家可以一起跳，所以要先训练一下，趁这个机会好好的那个先执行一下那个我们的学习的状态。那因为今天制作人跟你们就好像感情很好，你们要教制作人跳这个舞吗？制作人哦。哇！他说他不要，因为他这样子的话，他明天就不会来上班了。好，那你们教一下，快点。认真哦，都可以啊，哎，都不用拿麦克风，不然这样怎么学跳这个舞？那就不能讲话嘞。对啊，那有一个人可以先当那个翻译担当，当然是你啊，少奇哥。少奇哥，你们跳吧。你最会解释啦，还是要让依婷讲？依婷讲吧，依婷的华语应该比较。没关系，我们喜欢听你那个腔调啊，你好可爱哦，好。
怡婷现在要教大家，你要说我要教大家跳。现在我要教大家跳阿妹阿妹的副歌。好，希望七月二十九号那天我们都一起跳。希望七月二十九号那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跳。好，那现在请导播给你音乐。先不用给音乐、啊、先动作解说、哦、导播不好意思哦，先不用给音乐。好，导播在里面先学一下，导播等一下出来跟你们跳好不好？好，那你们现在开始示范一下。 好，首先右手伸出来丢出来，什么东西？伸出来比二吗？对，然后往前丢吗？然后丢出来、哦、好，然后左手换左手，然后打开，是哦，好，合起来、欸、当天见面的人很多，这样都是打到别人了哎、啊，没关系啦，啊，这样就一直比耶就好，好好对 ，OK。然后你如果打开的时候，你的屁股就往右边坐下去，还要坐下去、啊，然后左合起来就左边坐下去。哦，要有一个咚咚咚咚这样子，好。那、欸、然后嘞，嗯，然后这件事告诉我们老师不好当吧？是。对，然后再来把手放在眼睛这边，做一个闪亮闪亮，闪亮闪亮。闪亮的感觉，嗯，然后再来呢？然后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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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很担心七月二十九号参加见面会的意愿喽，因为如果这个前舱要一起来跳的话，我担心大家脚会有点痛。那就这样跳跳跳跳跳，好好好好。他们今天要跟大家现在预告啊，七月二十九跟我们有一个那个小暗号，他们当时一出场就要一起跳这个舞，对不对？大家比一下那手势。好啊，现在要下音乐了吗？怡婷，跳跳跳，还有摇摇摇，还有摇摇摇，就左脚踩去前面，左脚踩，摇摇摇，摇摇摇，往前往后往前摇。好，对，没有音乐都大家不太跳得出来。OK， 那我们现在加音乐吗？加音乐，加音乐来，前面的进来就是了，对不对？好。怡婷，你要一边解释哦。好。好。右手左手张开合起来。摇摇摇。这样就是一个八拍了。对。不会啊，因为进来的时候就一个八拍，然后后面进来其实就另外一段歌的时候就是哦，好好好，这样很可爱，还可以吗？可以，一段不够啦，因为音乐很可爱，大家想要再听一次。那在第二段，第二那就整个副歌吧。好，整个副歌吗？这还没有到副歌哎。耶、yeah, ，笑了，没有，我告诉你，因为你们太可爱了，所以那个看到旁边的人就突然之间就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大家会就是整个人就是都注视在你们的身上这样子，对，哎，出道这样子两地飞来飞去到处去宣传，其实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对不对？有时候这么小年纪还小，坐飞机都应该蛮开心的，都像在旅行，是很开心，可是还是会，你说可是哎，你说出可是两个字。在马来西亚有养狗狗，然后就会很不舍得、啊、我的狗狗，就是每次要跟狗分开啊，真的哦，你也有，啊、我也有啊，你们就是爱狗一族哎，对对对对，哇，毛小孩的姐姐那一婷呢？他养仓鼠，所以仓鼠你回去会跟他聊天吗？会啊，啊那我懂了，那你现在透过镜头跟你家的狗狗说话。我家的狗狗，对啊，这样很厉害吧，就是那影片剪起来，然后叫你家里的人把它剪下来，让你家狗狗可以看到。我觉得我讲了他一定会懂我在讲，我也觉得耶。好，那等一下镜头给你是红色的哦，这边那 Stella 先哦，我们真的就是 好不好，这样子好啊，我懂了，已经素材就有啦，安安大明星那个阿摩亚摩跟狗说话，跟狗说话好玩好玩，好好好，来快点快点，好玩一 Kitty 还有 Cookie， 我好想你哦，这是我暗号。我跟你讲哦，这段音乐最好笑的，每个人在逗自己家里小狗小猫啊，讲话都会很奇怪，对，都是会提高吧，真的，会提高，自然而然的。哦，真的哎，真的。好，那你再逗一次。啊，再逗一次，再逗一次。
再一种卡哇伊 Kitty 好想你哦。受不了，没受不了。那我康啊，有没有想姐姐？没有，没有。康咪，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尴尬呢？但是真的，哪会啊？这很可爱啊！拜托，全世界第一次看你们在那个透过镜头在逗狗哎、欸。小齐哥，你知道吗？我逗我自己吧，我自己是狗吧。啊、好好。安哥哥，安哥哥，没有，超级平之类，汤米他都会凶，可是一来到他就会疼他。对哦，你们在大马也都会互相带自己的狗去那个一起那个交流吗？小狗跟小狗是朋友吗？朋友，朋友是朋友。你那个 doggy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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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希望我的仓鼠加入你们。别仓鼠哎，仓鼠没有朋友，好啦，被吃掉。真的，快点，你们今天送我们一张很可爱的梦想板。我们的梦想卡。给我们谁讲一下？梦想就是一起。加油，但不要一起滑溜。这个是我们的歌词，真的耶，我们其中一首歌的歌词。哦，是哦，这样很好啊，就大家一起长大，然后大家一起为那个自己的梦想前进。但是在这过程当中，要一直记得，就是要把自己的最好的自己一直维持着，对不对？滑溜就太讨厌了。啊，下面在写什么？这是阿妹阿妹阿妹波雷，波雷是什么？就是你行了，哦，你可以，你可以。波雷是一个打气的话吗？是大马的那个对马来话。哦，啊，通常这句话我们怎么用？就直接讲波雷这样子，波雷就可以这样子。或者一定可以，足球进了，也可以说波雷。对对对对，现在很多人在看足球嘛，有可能进球了，波雷。哦，是哦，就得分的时候，或是达到那个成绩的时候，就来一个波雷。对对对，可以这样用。好酷哦，真的感觉蛮好的。那你们三二一起波雷好了。好，波雷。那你要是不是你们是那个阿莫阿莫波雷这样子来吧，对不对？好好好。三，阿莫阿莫波雷。好，就是帮大家加油打气，我觉得这是很可爱。阿莫阿莫在那个马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它也是客家话。哦，它也是客家话。对，就是妹子、哦、妹子妹子。对。哦，好啊妹子妹子，加油，可以。加油加油。好啊，今天有第三首歌哎，在那个现在准备来帮我们一起好开心的健康的跳舞一下。这一首歌就叫做 Happy Go Happy Go Go， 它是就献给我的狗，我们新年歌啊，送给谁都可以啊，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他们跳舞哦。好，开心的小朋友来了。
你就是狗，欠揍的狗，摇摇尾巴，将军走走。你就是狗，嘟嘟的狗，饿饿不啃骨头，爱吃鲜肉。耶、没有听到你们跳完舞之后有大叔在那边学狗叫吗？哇，真的很开心哎！真的，29号的见面会上会跟大家有什么互动？来，谁跟大家再说一次？我们会有亲笔签名，亲笔签名，就是有一张专辑嘛，就是刚刚送给建安哥的这个，是不是？大家如果想要买我们专辑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粉专哦，粉专就叫做阿妹阿妹啊，就在那边有卖吗？唱片行应该也有吧 ？AMOI 对啊，对啊，到唱片行也可以去找到阿妹阿妹，很可爱的一个那个，帮他们开箱一下，看里面有什么，打开就好了。我们的 YouTube 上面也有放我们的 EP 开箱，如果想要看到，也可以去到我们的 YouTube 关注。很漂亮哎，就光看这个颜色啊，你就觉得心情很好。这边是什么？粉红色这个。这是一张大好不好？这里面是我们的照片，小相册，这是我们的小写真集，迷你写真集。真的好哦，这么可爱。这是我们又是找一个人拍完，然后拍完四个 pose， 真的一个人用四个 pose 来。天哪，怎么会这样？好，这是你们的小相册。对。好啊，29号希望有多少人到？我说你们希望有多少人？29号可以到。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哈。对啊，希望你们的那个喜欢阿摩阿摩的人，好在当天可以看到黄明志，对不对？当天都可以看到师傅来，算老板、老师、制作人，而且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跟他同台耶，第一次同台，会唱《飘向北方》？应该不会吧？他唱我们的歌。好，那就这样，叫黄明志在现场唱阿摩阿摩。他会唱哈佛版，他会唱哈佛可爱版，他会唱哈佛可爱版。对，好啦，你们这个整个见面会让大家充满期待。时间是7月29号礼拜天的下午几点钟？两点钟在西门町的那个红楼场，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捷运站西门站出来5号6号出口，反正都会看得到了，好不好？希望当天你们可以把西门町炒得热热闹闹，热闹，有空就来，滾滾没空就请假。哎，好，礼拜天嘛，大家应该都是开心的时间。那今天非常感谢阿莫亚莫来到我们那个安安娜明星，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送上我们的那个Pablo 的那个完整 MV， 好不好？大家可以这个欣赏的好歌，大家不要乱了学。下次来玩喽，好，拜拜，下次见。拜拜。之间流行的惊喜，安安大明星，你要的全都在这里。安安大明星，你要的无限量供应。准备好了吗？你可以睁开你的眼睛了。这个是我妈送给我的传家之宝，她希望我把它送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那你愿不愿意当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呢？等一下，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网红吗？跟别人拍照没有什么奇怪的吗？对不对？很正常的吗 ？Hello， 怎么你会在这边？你不是去补习的吗？有女朋友，为什么每天塞给我说好寂寞？你明明就有女朋友，为什么每晚告诉我说你有多想我？哈啵！你明明就有女朋友，为什么偏爱对你说你在外国？
就有女朋友，为什么情人节要送我巧克力糖果？这边是哪里？我在哪里哦？哇！我的手好像断掉哎！有人吗？杰哥 ，Hello， 有老师吗？很饿了，我要吃锅面。拍一个照哎，弄到这样夸张嘞！我的手断了，能够帮我接回去吗？哎呀，乱嘞！有人吗？我到那个，里面的人看到我吗？哎，狗肉面，我要吃狗肉。